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如这个图了哈，三角形 ABC 中了哈 ，DEF 这个 D 啊 ，DEF。DEF 哈，把这个三角形分成四等份了，一二三四，这四段相等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说哈 ，AG 比 AC 是一比三了 ，AG 比 AC 是一比三了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比这个应该是一比二了，啊，这个比这个是一比三了。好，那么他们说哈，下列哪一个点为三角形 ABC 的重心呢？好，我们看看哦，ABC 的重心呢、啊？这个的话 ，H 呢？我看了、啊，哦 ，H 的话为 AB 的中点，这里有给了 ，H 的话是 AB 的中点嘛。所以的话 ，HC 哈是什么呢？是三角形 ABC 的一个中线。还有这个是四等份嘛，所以这一个这一段跟这一段一样，所以这也是中点。所以呢，这两条线的交点哈才是重心的。所以答案的话是 Z 点 ，Z 点是重心的，答案应该要选 C 的。